承德高中今年有100位参加繁星推荐，其中有72位的学生录取学校，录取率高达72%。消息一出，全校师生都相当的高兴。承德高中校长杨青山分析，能有如此的好成绩，老师的教学与线上课程绝对功不可没。我们今年承德高中呢，在109大学繁星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我们学校一共推荐了100位同学，那一共有72位同学呢，很顺利的考取大学繁星。这些同学呢，当初进承德的时候，可能成绩并不是这么的一个亮眼，但是经过了3年哈，我们的学校老师的一个用心的教导。再加上我们在去年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线上课程，那这些同学呢都可以在高三冲刺中呢借由这些课程这些线上的平台好、来加强他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比较弱的地方做加强，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些有部分呢也都是以前从国中部升上来的承德宝宝，也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当初考到承德高中的学生，有许多人成绩并没有很高，例如录取成大历史系的陈亮林，当年会考成绩只有5B， 而如今透过繁星录取成大，证明只要肯努力，后段班的学生也能考上好学校。就是我那时候考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挫折，可是我之后想了之后，就觉得既来之则安之嘛，所以我想说，那我就在这边努力考到我可以考到最高的成绩这样。另外还有一位学生是录取金门大学应用英语系的谢佩如，他是从承德国中部直升高中部，他的起步一开始都比其他考试录取的学生还要慢，但他也是不放弃，下定目标就往前冲。首先因为我是直升上来，所以那时候老师就有说，承德老师就有说，毕竟是直升，所以学校直升承德的会比外面的还要成绩会还要低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说，我一定要比其他人更努力，因为我成绩就没有这么好。我觉得上课认真首先是一定要的，因为老师讲课听一定很重要。然后像是我又不是那种会去补习，我没有补习，所以在学校老师教更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回家复习的部分，每天。讲过的东西，然后老师出的作业什么的都要回去要看过，不然真的很容易就会忘记。承德高中是一间社区型的高中，来到这里的学生也许不是最优异的，但是3年下来却都有长足的进步。而近年来学校不管是在体育升学方面也都有亮眼的表现，明年新的教学大楼落成以后，将会给学生更优质与完美的学习环境。凯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